华东梁硕后施俊峰，华东梁硕后施俊峰，您的家人在二号服务台等您，请您接下火车至二号服务台，谢谢。而且层层的在往上飞升，法船呢是以钢骨建构而成，动用了6000人次，耗资600万元。哇，真的是很用心的哈！法船金碧辉煌，桃光万丈，上面的法轮会正转9圈，反转9圈。大法船呢，有礼义圆明，再送众生通上幸福的彼岸的意思哦。所以呢，能够登上法船，相信这一年你也会幸幸福福、平安健康的哦。好哇，有这么多的朋友也到这里了，我们。可以上个马吗？
请您听到广播后到二号服务台等您，请您听到广播后到二号服务台，谢谢。